者庄氏携台北报道，国泰航空国泰港龙航空2018年首播官网独享心动价，即日起至3月29日推出，每周二至周四为期三天的官网独享心动价推出机票优惠，限时抢购。第一周的官网独享心动价活动即日起限时开卖，属台湾299元起，此波优惠机票需3月9日至10月31日间出发，不同航点优惠票价之外，购买新航点日期将增加至每日一班，以及每周四班往来首尔和阿拉木图的航班，为旅客提供更多元的航班选择。国泰航空国泰港龙航空2018年首播官网独享心动价，即日起至3月29日推出，第一周的官网独享心动价活动即日起限时开卖，多个航点推出优惠票价，除了香港国泰航空及供国泰航空国泰港龙航空推出的官网独享心动价活动，新航点布鲁塞尔也在此波优惠航点中，国泰航空提供。